正在直播各位观众，没错，2021年7月才以微弱多数问鼎大位的秘鲁总统卡斯蒂约，现在已经成为前总统，而且传出被警方逮捕。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其实关键的原因就是贪污。综合当地的媒体报道，卡斯蒂约执政才一年多，政府数十个部门都有部长级的人物被任命、替换、解雇或是辞职。而秘鲁国内的油价跟通膨也同步飙高，早从今年四月就激起了民众怒火，引爆大规模抗议。卡斯蒂约本人呢，十月因为卷入6项贪污案，遭到司法单位起诉，家人和政治亲信也都受到贪污的指控。因此，在这种人人喊打的情况下，秘鲁国会就决定在当地时间7号举行总统罢免的弹劾投票。但由于卡斯蒂约始终坚持自己没有犯罪，都是政敌在诽谤，加上他当初又是以微弱多数当选总统，原本各界其实认为这个投票不太可能会通过。没想到卡斯蒂约他想奋力一搏，昨天抢先宣布了解散国会，实施全国宵禁，结果反倒是点燃了众人怒火。秘鲁国会最终就一面倒的以飞快的速度，101票赞成，6票反对，10票弃权，来通过弹劾罢免了卡斯蒂约。他随后就被警方逮捕。那原本的副总统博鲁阿特就在一片欢呼声中宣誓了就职，成为临时总统，同时也是秘鲁史上第一位女总统。好，那么以上就是我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消息，现在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